我哥还没来。没来。我以为每次都比他来的早呢。对。2000 years later。迟到扣工资，嗯，又扣啊，还要扣3天，因为你迟到3天。教一下，头发是被女儿抓的吗？可不咋的，兄弟们，老子扎成这样了，还扣我工资？不知道因为干嘛去了吗，兄弟们？我明天一早要出去到外地去，好几天了。我一早上起来了之后呢，我女儿被我妈带出去玩了。我明天早上7点钟的动车，那几天见不到我女儿。嗯。等我女儿回来见见她，陪她玩玩，让我明天整个心里舒服点。变老了啊，兄弟，才26岁，你说我变老了？你这么胡闹！别转移话题，扣工资是吧？我没转移话题，是你们自己不问了。我先走了，兄弟们，拜拜。Are you ready？ 小杨哥竟然破天荒的主动要求大杨哥洗头，看来是真想洗头了。我要洗不给你洗吗？来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Are you ready？ 开始了。对。这个就叫专业。很多人好奇今天直播是小杨哥和小杨嫂，大杨哥去哪了？其实大杨哥是听到媳妇肚子疼以为要生了，所以才会直播迟到。没想到大杨哥刚到就被小杨哥疯狂挑逗。我就来晚1分钟。大好大好。来，你看看几点了？8点2分钟，你迟到2分钟。是吗？哥，我媳妇说她肚子疼，我还以为咱回家之后是让她吃那个凉的了，晚上吃凉的肚子疼。好，来，站好站好，没什么事儿，站好来。你是吃到凉的，站好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哎呦我的妈！你要站，你打脸！你坐着，我在那站，我没打脸，就站站。我又没打脸。喂，你妈，直面90万人，快！感谢一下，嘿，谢谢兄弟们。有没有错？谁让你迟到的？你迟到了10分钟。8点03，8点03嘛，那你也迟到3分钟。大好大好。你要坐着，你坐着，动了怎么了？大杨哥今天直播迟到，结果小杨哥疯狂挑逗大杨哥，被逼急的大杨哥直接来个回手掏，笑死！你个没完！哎呀！为什么小杨嫂在音乐学校去现场帮我吃个草子？欢迎兄弟们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就在刚刚，小杨哥直播不浴洗面奶，兄弟俩在谁测试洗面奶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。猜拳，谁输了谁洗。我们这样，谁输了给谁洗。我这样，我来给你洗，我跟着音乐走，你选音乐行吗？就音乐走我走，音乐给力我给力。聪明的大杨哥又开始套路弟弟了。这个音乐行不行？
了，不行了，这个音乐不行，这个音乐行不行？不行不行了，这音乐不行，这还有，这还有，最后一个了啊，这个照。你看这个时候，你看这行不行？哎，这行。哎，这个照音乐可以吧？可以。哎，你选一首好的音乐。Are you ready?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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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这个也是你们要的啊，谷雨洗面奶。这个正常价多少钱？正常价，谷雨洗面奶。看到没？79啊，79，76，76，想喝呢？150毫升，来，再给大家来一个替换装，就是说这个里面如果用完了，你把这个倒进去可以接着用，等于是两瓶了啊，两瓶了，来再来一瓶替换装，三瓶替换装，再给大家加这个谷雨的这个面膜，八片面膜，所以想喝这么多加在一起就是1.8块。上车。有网友留言想要一款吹风机，小杨哥也没有让网友失望，经过2个月层层筛选，终于选出来了一款大牌子的莱芬吹风机。我相信大家很多看到那个莱芬的视频，都莱芬的这个广告啊，抖音上面现在莱芬广告就是399，什么新品发布三啊，董事长来做了3块钱，399带回家，不要说了啊，别哭了啊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给大家去带来的是我们家的莱芬的一个新品，叫做 SE 10.5万转的马达，然后4分钟吹干及肩发，6到7分钟就可以吹干及腰发了，同时配有2亿的浓度的负离子，吹出来头发又有柔顺又不打结，然后也不毛躁，而且每秒50次的风温校准，然后不会伤头皮，也不会烫伤头发。没想到在测试吹风机的时候，由于风力太大，一不小心把美女品牌方的假发吹了下来。他说这些可能什么玩意儿，全是我的错，还不烫头皮了，我头皮都快没了。小杨哥为了把价格打下来，不得已只能给莱芬吹风机打一波广告。我们为了看砍掉这个莱芬的价格，还要在直播间给他打波广告，还要给他打波广告。来看一下啊，莱芬高速吹风机 SE 新品上市啊。打过了。Oh my god！ 还会送给大家这个啊，他们不送东西了，我们还会谈了一个送了一个这个。这里啊，把它贴在墙上。一期这个东西5天内给大家发货啊，就分两个包裹发货，兄弟们。这个呢，2连自毛，正运对血，送个胶水，30天无理由。